第一天，马旁雍错湖。港人波奇峰被云雾遮挡了好多天，什么时候湿婆神才会揭示他的真面目？我现在就移开云雾，几分钟之内就会清晰，我们走近的时候可以得到港人波奇的搭上，没问题。你们现在才能看到，事实上，你们要知道你们看到的是什么。所以，好的夜里都给你们。不管现在我看到什么，都创造出巨大的能量、巨大的能量和巨大的好的夜里都给你们。它会完全打开。我们到的时候它会完全打开，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全景。我告诉他没有云，未来的4到5天直到我们离开没有云，它会彻底的搭上。第二天在马旁雍措圣湖沐浴，thank you.
第二天，曼达达山的传说。曼达达山是湿婆神二儿子湿建陀小时候输给了大儿子降头神而没有得到芒果，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走到了曼达达山。第二天，拉羊错湖的秘密。给了十二个。港人波奇，所有的。第三天，在亚玛多瓦的超凡大神。所有布达人生中的84位伟大的智者都很出名，你知道吗？他们的身体都在这里，天葬。意思是说，他们离开身体，然后老鹰来吃他们的身体。即使现在在藏民中，他们还有80%的人用天葬，你们明白吗？看那段赵山路了吗？是为了天葬，是让老鹰吃掉。即使是现在高层的喇嘛。寺院的主持，他们的身体会被带到这里后安葬在这里，要天葬。这些都是石头，这些都是沙石支撑着一切，主要的部分被雪覆盖着。那是怎么能没有雪？
神圣的情感有无限远。我不知道多少千年，所以这个本身，这整座山的生物记忆成了那个神圣的情感。第三天 ，establish 搭上。完整的没有孔，没有孔的意思是说不是从商店或者是妈妈来的。对冈仁波齐峰的承诺，现在在冈仁波齐前我要发誓言，所有这次旅行来的钱都要捐出去，救冈仁波齐来的人。如果有基金会已经开始做这样的工作的话，我会把钱给他们，所有的每一分钱的盈利。你们两个把这件事做好，这趟旅途盈利的每一分钱都要捐出去，你会有好的业力，所有的钱除了所有的旅途开销一分不剩我都捐出去。如果已经有基金会在做这件事情，我会把钱给他们。如果没有基金会在做这件事，我至少在未来一两年内把这个工作具体执行。这些钱我是不会碰的，我会把它单独拿出来放的。任何一天，不管是明天或者后天或者一年后，从这个旅途来的钱都会用来救人，来拜访冈仁波齐的人，救他们的命。所以这是我的，明白吗？我在冈仁波齐峰前我宣誓，这是我对冈仁波齐峰的承诺。不仅如此，每一次我们来我都要救人命。来拜山的人，我们会切切实实做一些事情。我会做我的工作，所以我会做我的工作，不管是在 Dugging 营地，他们开始 Paliglama 环山路线的地方，或者他们最受苦的地方，那个区域我们真要做一些事情。如果有人在做，我们就把钱捐给他们，如果没有人做，我们就开始做。在未来的至少一到两年内，因为我们需要时间跟政府交涉，并且，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次旅途所有的钱我不会为自己其他的活动动用一分钱，这些全部都会给冈仁波齐去救人命，来拜访冈仁波齐的人，主要是为了救命，你们明白吗？
主要我要照顾他们的生命，保护他们的生命，好的业力都会给你们，因为你们贡献了，这是个承诺。Sadashiva Samaranga Shankaracharya Madhyama Asmadacharya Varyanta Vande Guru Parampara。 我用爱和尊重欢迎大家。在未来的几天，直到22号，我会讲凯拉萨冈仁波齐峰。我要开始讲我因为冈仁波齐之旅得到的体验。首先我想让大家知道，冈仁波齐峰不是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宣言，它是宇宙的宣言，它是宇宙的宣言。因为这个冈仁波齐之旅，我体验的第一个变化就是我对谈论和表达神秘事件的害羞感消失了。我之前一直都有种害羞感，让我说有逻辑的事情我可以很自由的表达，做这个瑜伽会发生这个，做这个冥想这个会发生，喝苦涧水你的胃就会治愈，这些都是有逻辑的事情。讲逻辑的事情对我来说一直都很简单和舒服，从你的思绪中超脱出来，你就可以从抑郁中走出来。做一些瑜伽，你就不会背疼，这些都是逻辑的。我从来没有对要说逻辑性的东西感到害羞，但是对说神秘事情，我总有些害羞感。在要说神秘的事情前，我都要四处看看大家是不是都跟我有情感连接，他们会尊重我要讲的一切吗？我要在说神秘事件之前考虑这些。我表达神秘事件时的害羞感没有了，即便当人们悬浮，当我让人们有悬浮体验时，当我打开人们的昆达里尼，当我物质化，我都会四下看看是不是至少多数人是跟我有情感连接的，即使剩下少数的人不会理解，但也至少不会批评，我会去确保。我总是在表达神秘事情的时候觉得害羞。当我看到冈仁波齐峰之后，我惊叹到天哪，一个奇迹，一个神秘的奇迹，怎么就这样现实明白地表达出来了？这是宇宙怎样的一个宣言？用石头，冈仁波齐峰是一个在高清晰度的对终极神秘的现场转播，用石头。这里是万物之主，现场转播最神秘的光辉，用的是石头。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冈仁波齐不是一个地方，它是万物之主的宣言，它是万物之主的宣言。当你看到冈仁波齐，湿婆神在说：“嘿，明白山中之人的超凡神秘光芒吗？”这是个宣言，这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我会真诚地对每一个有一只眼睛可以看到的人推荐，即使你只有眼睛，剩下什么都没有，不要错过冈仁波齐。
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我的人生中还会有什么让我不得不相信比阿鲁纳赤拉山更有光辉的。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我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因为阿鲁纳赤拉山这个地方地理位置在印度境内，我选择阿鲁纳赤拉山出生，因为政治上有助于这个氛围，宗教环境，政治不影响宗教。在这里我用这个机会，用我最好的祝福，祝福印度第64届独立日。今天是印度从英国统治中独立的日子，但是我想让你们都知道，我们作为国家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但是仍然需要做更多的事情。在政治上，阿鲁纳赤拉山在印度是更加方便的地方，并且有人类居住，知识的传递更加方便。这是为什么我选择阿鲁纳赤拉。如果政治上冈仁波齐峰在印度境内，环境也方便，我一定会选择冈仁波齐。像我说的，它是一个宣言，它不是一个地方。我的天啊，它穿透你，并且充满了你。我真的告诉你，如果你只有眼睛什么都没有，即使那样也不要错过看冈仁波齐。无论如何要去，并且得到冈仁波齐的搭赏。我告诉你，从我的经验，有一段时间甚至我都感觉我要离开这个身体了，我的身体可能没办法承受它了，但是我不会从冈仁波齐，从这个进山情回来。我决定要写一个遗书，有一个录像记录的遗书，我的遗书，我留下了我的遗书。但是我还是决定，我只要搭上然后就回来，在这之前不会回来。我已经准备好了放下我的生命，还有我整个的桑嘎，有数千人的能量的集结，和未来百万甚至是多少亿的人，为了得到冈仁波齐的搭赏，我甚至准备好了把这个也放下。即使现在我再有十天的时间，我会想再要去一次，真的。我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我的工作人员，哎，在冈仁波齐峰里找一个地方，因为现在中国政府开放了，并且已经允许了两个印度教师傅了，所以我们决定，当然了，
是万物之主决定的，他已经定下了自己的祝福。我们将在冈仁波齐峰里有一座潘地亚风格的冈仁波齐寺庙。石质神像是潘地亚的风格。在冈仁波齐几千年前有一座寺庙，一些伟大的圣人和一个国王从甘吉布勒姆出发去冈仁波齐峰，去接受冈仁波齐峰的搭上。当他们看到这个寺庙，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在甘吉布勒姆复制了这个寺庙。所以根据这个复制版，我会把这个原来的寺庙在冈仁波齐峰里重新建设。我的天啊，怎样的一个地方，怎样的一个地方啊！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上千上千的朝圣者顶着这么多的痛苦和挣扎也要去。当然了，有神的光辉，我们的族里没有人受苦，他们都不记得有任何一点点的不舒适。并且万物之主总是在听我们的祈祷。我说打开的那一刻，云彩就打开了，他给了答声。我就说未来的三天直到我们走不要云彩，结果真的没有云彩。我会在后面用录像描述所有的这些细节。怎样的地方啊，我的天哪，它是一个万物之主对自己辉煌的没有羞耻的宣言。我用的是正确的词汇。万物之主萨达西瓦没有羞耻的神秘的宣言，没有羞耻的对自己自豪的鼓吹。不然你不可能用石头来表达这样的光辉。我想让你们所有人知道，冈仁波齐中心区域是一整块石头，它不是一些石头和沙的组合，不是的，它是一整块石头。这样大小的一整块石头屹立着，它只是站在石头上，它不能站在沙子上，因为会开始下沉。这整个结构是石头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外面看到的只有 20%， 中心至少有 80% 是基石。在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城市，它是空心的。在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城市是在第四光谱水平，就是说 Turiya 水平。我看到万物之主在三摩地，身边有超过100,000的正悟圆满的圣人也在三摩地围绕着他坐着，反射着他，散发着光芒，就像是个原子发电厂。怎样的光辉啊！ Rishis Kinnara Kimburudas
ഗന്ധർവ യക്ഷാസ് ഭക്തദാസാസ് സിദ്ധയോഗീസ് വേദാന്ത സന്യാസീസ്他们中有一些甚至是其他传统来的。意思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耆那教、犹太教、俱毗罗、因特罗、阿奇尼、阎摩、尼利提、法尤、法罗纳、伊沙纳、卡拉贝尔瓦，所有这些人都在三摩地，在永恒的自我光辉中，万物之主、宇宙之母，跟我所说的雕塑的我们寺庙中的Anadishwala Anadishwali 完全一样，静静地坐着，超凡的光辉闪耀着，是一个无形的自我光辉，但是在玩耍般的有形的表达。这个光辉在我的一生，我从来没有在狂喜中流泪。 Ramakrishna 说过，如果大象进入小水池，池水就会蔓延，大象进入了海洋，海水是不会蔓延的。我之前一直以为自己是海洋，任何的狂喜和情感进入到我的体内都不会蔓延。即使是证悟圆满也没有让我蔓延。我说好的，来吧，还有什么？即使知道了我是转世投胎也没有让我蔓延。我说好的，还有什么？这个冈仁波齐峰第一个搭绳让我蔓延。在泰米尔语有这样一个美丽的说法，காதலாகி கசிந்து கண்ணீர் மல்கி ஓது வாரதமை நன்னெறிக்கு உய்ப்பது，意思是说超凡的爱融化，泪水飘落。我不知道有这样的狂喜，你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一天整个24小时，我都在这个狂喜之中。这个身体从来没有蔓延过，但是它就是像海洋蔓延了。那这个进来的是什么大小的大象？不是一只恐龙而已，可能10亿只恐龙在一起，那样一个大小的庞然大物，可想而知，在好莱坞电影里头是怎样表达大的动物的。在纽约的上空走，整个纽约看起来都很小，在这个庞然大物的脚下膝下，就是这样一个大小的庞然大物进到了我的海洋，情感的海洋。我的母亲说她从来不记得我哭泣过。我不知道我出生的时候怎么样，当我看到冈仁波齐，哦我的天哪，即使是他都不会有什么害羞感，即使是他都这样没有羞耻感地表现自己的光辉，这样的真实的
彰显的在石头上表现。我为什么要为了落几滴眼泪而感到害羞呢？从那一刻开始，我放下了所有的对表述超凡神秘光辉与表达神秘事实和能量的害羞感。这个跟这座山的大小和高低没有关系，就在它对面就有几座山比它还高。事实上，如果你看到瓦旁雍措湖和冈仁波齐峰这一边，瓦旁雍措湖这一边，曼达达山就是史建陀因为没有得到芒果而去的山丘。事实上不是帕拉尼山，这才是原版。后来为了纪念这个地方，人们建造了帕拉尼山。博格圣人去了中国，看到整个冈仁波齐峰，并且记得这个故事。就是因为对这个故事的记忆，他撞见了帕拉尼。一个小孩子没有得到芒果，怎么可能这么远从那个地方来到这儿？有人问我说，可能是坐着他的坐骑孔雀来的。不是的，当他离开了湿婆神，不管湿婆神和帕瓦提给了他什么，他都留下了，只带走了湿皮衣，他扔下了所有的一切。他没有带走任何东西，或者他的孔雀，他只是走路。走路他就不可能走远过曼达达山，小孩子也要实际一些。所以他只是站在那里而已。在阿如纳春拉山之后，我人生第一次在冈仁波齐峰前全身扑倒。就是在那个地方我得到了第一个搭讪，我立即全身扑倒。并且我切身地感觉到我就要开始翻滚了，幸亏我的鞋子太大了，我没有办法，鞋子阻碍了这个身体在地上打滚，不然的话我真的要在地上翻滚起来。天哪，要描述冈仁波齐峰文字太渺小了，你们要找到其他的文字，你们要跟着大师去，这是事实，是另一点。因为我看到在 Ashtabula 我们坐了8个小时，我们干了什么没人知道，我们什么都没做，就是坐着。我们看到其他的团，他们来，他们照相，然后花5分钟的时间在神面前，他们也会无聊。我告诉我们的人，是的，没有一个师父跟着你走，即使是神面前，你也5分钟就变得无聊了。因为冈仁波齐峰对我发生的第一件事是，我所有的害羞感用语言和行动表达超凡神秘事件的伟大的超凡真理式的害羞感消失了。10万人，我说10万只是一个数字，我没有办法形容，所以我用10万这个数字，至少10万证悟圆满的圣人在三摩地坐着。我一直想，天哪，在我的三摩地，马哈萨摩地，至少有10000的圣人也要坐在三摩地散发着光辉。我甚至计划了以我的寺庙为中心，周围有10000座寺庙，这些寺庙里安置至少10000圣人的三摩地。我甚至去了一个在 Salem 附近的地方，在 Salem 附近他们建了一座漂亮的寺庙，
他们建造了以湿婆神庙为中心，建造了1008座湿婆林家的寺庙。我甚至去学习了这个模型，它是什么样的。现在呢，我有自己的模型了。10000座寺庙，湿婆林家在里面适当的位置。按照舍勒穆勒所讲，舍勒穆勒是一个伟大的智者，他讲了具体证悟圆满师父的三摩地应该怎样处理，大小6英尺乘以6英尺深，然后应该4英尺乘以4英尺。他给了所有的大小和尺寸，还有里面要填充什么等等，所以所有的空隙还有空，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了。当他们离开身体的一刻，移开湿婆林家，把他们放进去，封起来，然后放回湿婆林家，然后再放下照片，完成。就这样，10000个证悟圆满的圣人，意思是10000个镜子反射太阳。我曾经以为啊，我就要这样坐着发射着能量，不管是谁来都能经历超凡的灵性觉醒。不是心理的变化，而是化学的变化。所有的在大脑中的化学变化都会发生。当他们进入这个能量场，他们出去，神奇的化学变化就会在大脑中发生。我看到万物之主至少有10万证悟圆满的圣人这样做到了，有他的光辉。现在我已经有了完整的蓝图，整个构造应该是怎样的，现在这个蓝图已经成熟了。事实上我其实已经可以建寺庙然后去坐着，但是我首先需要10000个人，所以我没有。首先让我创造10000个证悟圆满的圣人，然后让他们都一个一个坐着，不要走动，保证10000个圣人准备好反射光芒，然后我再去坐着。所以还需要至少100年。有些人问我，去坐在师父旁边，在师父身体旁边待着，你要怎么做？我说至少10次生命我都要这样做。即使他们说在他身旁只有10次生命，你可以在他身旁，坐在他身边。我会选择这个的，我会活10次，并且放弃10次生命，就为了这个。因为我看到他们在散发的是怎样一个超凡的存活的意识。我的天哪，这一刻我记得我的喉咙堵塞。好的，今天只是开胃菜，明天我会开始。 Let you all achieve experience live express radiateAnd share the eternal bliss, Nityananda. Thank you.
泰拉萨就是冈仁波齐峰。今天我要讲述一两件事。就像我昨天说的，这是我最后的，我所有的在讲神秘和神奇事件和神秘故事表述和经历的话题时的害羞感消失了。我想这个冈仁波齐之行是所有转世投胎的化身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山克勒去了，经历了一个他使命的转折点。当他从冈仁波齐回来之后，他建立了寺院 Pisces。 他从冈仁波齐回来之后才创建了自己的使命。事实上，在冈仁波齐，马哈迪瓦给了他五个 Atmalinga 和 Sangliya Legri。 请理解 Sangliya Legri 不是 Shankaracharya 所创，是万物之主创作的。因为你看他对母亲 David 的描述多么浪漫，除了万物之主没有人能写得出来，没有人能被授权去写。 Sandhya Lahiri 充满了对 David 不同寻常的优美的描述，他的 Sandhya， 他的光辉和优雅， Shankara 是写不出来的，也没有被授权去写。所以很自然是万物之主的礼物。万物之主事实上问了 Shankara， Shiva 问了 Shankara， 你想要什么？ Shankara 说，不论是什么你最放在心上的就给我那个。然后万物之主说，有一次 David 倾听我的教学， Shiva Sutala完全沉浸于其中，但是他那时实在是太美丽动人，我完全沉浸在他的美中，就做了几句词去形容 David 的样子。所以这是我最放在心上的东西，我就给你这个。所以 Shandala 得到了 Sandhya Lahiri 和五个 Agamalinga。 万物之主给了 Shankara，山克勒从冈仁波齐把这些礼物带回来，并且建立了五个寺院。Kanchi, Sringeri, Dwarika, Puri, Joshimath, Badrikashram。 这五个寺院保留下了 Sangliya Legri 这个纪念 David 宇宙之母的重要书籍，让世人都记得 David， 冥想时都想到 David， 然后建立他的整个使命。大家要知道，所有这五个寺院 David 是被供奉的主神。虽然 Atmalinga 是被供奉的神像，但是神是 David 宇宙之母。即使在 Atmalinga 里供奉的是宇宙之母，叫做 Chandala Muliswala。 当然 Shiva Puja 会做，对 Linga 会做湿婆 Puja， 但是 David 成为了所有寺院的主神。我可以说有一些，不是一些，很多大师的阿凡达使命，他们转世投胎的使命，都有在冈仁波齐之旅之后有了很美丽的积极的转变。我很清楚地看到，即使对我们来说这也是在发生的事实。当我们开始的时候，因为是冈仁波齐，我知道我体内有很积极的事情在发生，身体的系统。在之前的一天，我们到了马邦雍措湖，我看到一个
巨大的大声，整个冈仁波齐都在庆祝，所有的圣人、贤人，所有人都在舞蹈、吟唱、跳跃。在第一排，我看到时空大神、象头神、战神，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象头神。通常情况下，我不会看到画面和搭神，我只知道两个光谱。第一是这个光谱，是我和你们同在这一层物理层的；另一个是我的空间，永恒的，没有形，没有名。然后我在想，这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看到画面？我看到原来不是画面，是在物理层面真实发生的。他们所有人都来到物理层，在庆祝。我在想，天啊，发生了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大概我们这个物理层的15分钟，我都能够看到。我会跟大家讲解这整个过程，并重播这整件事，展现给大家，让你们看这整件事是怎么回事。我看到象头神用他的鼻子在喝 somalasa， 一半在喝，一半在到处泼洒，并且疯狂的扭动，像这样跳舞。所有印度南部的电影典型的那些舞步，他大大的肚子蹦跳狂欢，然后我就知道，哇，一件不寻常的事情要发生了。事实上，在这以后，当我开始物质化的时候，我说，如果象头神给我搭上，就让一些东西、一些圣餐降临。瞬间，一个菩提子就像象头神一样出现了，物化了。那时候我就知道，这不是我的幻想或幻觉，确实是一个搭上，象头神真的出现了。所有这些人都在享受，因为在上课了之后，第一次一个转世投胎，再次拜访冈仁波齐。给了师，在第二天，在我们正要去冈仁波齐之前，我们的导游说，今天我们会到马旁雍措湖，但是看不到冈仁波齐，因为过去的一周都多云，天气太糟糕了。我们可能明天可以看到，或者后天，但是没有保证。我说没事儿。他没听懂，我告诉他，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冈仁波齐。他说怎么可能，过去的一周都看不到。我说那个和现在是不一样的。没关系，就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终于车来到了通常大家接受冈仁波齐第一个搭上的地方。我停下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下车了。我们可以看到马旁雍措湖，但是冈仁波齐是完全被云遮住了。我想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都大老远来了。我说万物之主，请把云都移开吧，让我们都能接受你的搭上。只花了5分钟，比寺院里修行的人快多了。然后云就都离开了，冈仁波齐就在眼前站立着，永恒的，和时间一样久，和现在一样新，和时间一样久，和现在一样新，它就在那里给我们所有人搭上。突然我就看到这个身体进入了三摩地，散发着极乐。我从车里跳出来，真的，
喊，在那里，在那里，这就是冈仁波齐。我就站在那里，我可以清晰地看到雄性和雌性的能量，湿婆神和帕瓦蒂，像是巨大的循环，没有一次是在同一个方向的，在所有的360度，这样，这样，这样，强烈的发生。这个大的能量场，一端在我的阿南德干达，另一端在冈仁波齐，地上地下的部分，触碰到马旁雍措湖，在空中连接到我的阿南德干达、马旁雍措湖、冈仁波齐、天空，这一切都在发生。除了发生，我没有其他的文字可以形容。你想象阴阳的标志，极大的体积在转动，一脚触碰的天空，另一脚触碰冈仁波齐，一脚触碰马旁雍措湖，一脚触碰到我的阿南德干达，巨大的循环，这只是一个角度的景象，但是它不仅仅是在这个角度发生，它还在这个角度、这个角度、这个角度，完全的360度。你现在能想象得到吗？就是在发生，生命在发生。我静静地站立着，双手合十，在几分钟之内，我看到这整个身体充满了情感，双眼充满情感，你都不能称之为情感，因为我不是一个有情绪的人。就像我说的，即使我知道自己是转世投胎的时候，我也没有情绪起伏。我说还有什么吗？就这样，情感充满了，充满了，充满了我的全身，眼泪滚落。人生第一次，在阿如那查拉山以外的地方，我全身扑倒行李。你们要知道，即使在安德迪什瓦拉面前，我也没有全身扑倒。即使在大榕树面前，我也没有全身扑倒，只有对阿如那查拉山，我保留着这个大礼。全身扑倒行礼，是我只给阿如那查拉山的荣誉。触碰地面，放在额头上，他的沙土，只有给阿如那查拉山。但是在我的控制以外，我给了冈仁波齐一个全身扑倒的大礼。当然了，是一样的，但是那真的是必须一看的景象，必须体验的经验，一个巨大的体验，这个巨大能量运动，我可以为了这个体验付出一切。我们有视频记录，叫冈仁波齐，叫这些云彩离开。我们现在就可以看这些视频了。Ashnath Mahadev Ki Jai. I'll draw the cloud now. 我现在就移开云彩。几分钟之内就会清晰。我们走近的时候就能看到冈仁波齐的大神了。他们开始消散了，是的，是的，他们开始消散了。Manas Mata Ki Jai。 这边很清晰的在抬升。
看，在台生，在那，那里。嗨，你们所有人能看到吗？正前方云彩正在抬升，你看，是的，是的，是的，苏阿美吉。继续，到我们停下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了。祝福你们所有的人，我经历的一切，所有的能量体验，所有好的事情都给你们，你们所有人都会得到好的业力，所有好的业力都给你们，因为我不会有好的业力来找我，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所有好的业力都给你们。我看到这个意识和创造的能量，我们称他们为湿婆和宇宙之母，两个都在庆祝，并且就像是我们可以称它为舞蹈，或者你想称它为什么鲜活的发生体。我看到它正在发生，只有我看到冈仁波齐吗？你们看到了吗？在我低头的时候我看得很清楚，只有当我低下头行礼的时候它被遮住了，你们都观察到了吗？他让我看，然后在那之后我扑倒，我把头低下了，当我低头就在那个时候又遮住了，就在几秒钟它马上又会打开，当我们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它会完全打开，我们可以完全看到。我告诉他未来四五天都不要有云彩，直到我们离开都不要有云彩，它会完全的搭上，看已经打开了，你们看到了吗？是的，它在打开。其实你们应该要知道你们看到的究竟是什么，
所有这些好的业力都给你了。不管我现在看到什么，都产生了巨大的能量和巨大的好的业力，并且我不会享受任何东西。我不享受好的业力，不享受坏的，所以都给你们，全都给你们。在未来的三天内，云彩从来没有遮住过冈仁波齐，它是完全打开的。没有云，我们下来的那刻，马上云彩就来了。云彩遮住了冈仁波齐。Let you all achieve, experience, live, express.Radiate and share the eternal bliss, Nityananda. Thank you.